不肯认此实体性的心，亦可描画圣人的境界，而无人亦可左令亦见至此境界。但观说此境界，则不能决定其究竟走何路，亦不能决定以其义理系流当，皆是心为如何也这样子。然后我根据某老师的话，我讲我的话这样子。某先生的案语颇为宽容，但就遗传的意义不能有决定之作用，不知心向何事。表达的是圣人之境界，境界是境界，圣人是这个又说了，圣人是圣人，心是何物，则不明。讲到第二条是一物，一物即一物之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此理当，当即性即理也啊。但遗传使我正视一超越的心，普遍的心，本心是我自觉的自觉心即理。摩先生批遗传的话，只是一时灵感，此话则属严厉啊。依此若将圣人两个字拿掉，摩先生甚为推崇诸葛亮讲的一句话，彻然有所解，皆然有所成。以此话来检验程以谦的心不见了，心啊，然后解不见了，事端不安，钱不见也不见。这是这段的意思，所以他的是心，我的标题是心决定，就贴第二页，心不能决定其走向何路。请吴老师批评。伯玉，中。我先问你。你看了这些文字，你有什么感觉啊？他说：“伯玉老师，伯玉大哥，他就比较有他的看法。嗯，他提出他的自己的看法，这样子。”对啊，他这是他写的，当然表示他的看法。所以你讲的话等于没有讲。因为你好像没有注意啊，这个伯玉啊，他在这里做的那个交代啊。这当然是他的话，他的意思啊，这我完全没有问题啊。嗯。可我要问你，就是他所讲的这几段文字啊，你看下来觉得，就是有什么感觉啊？但是讲到第二条，指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此理当即性即理。他又引出另外一个看法。最重要我要讲的是说他的那个结啦，没有了啦，事端之心也没有了，不安不忍也不见了，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这样子。那明确不晓得你的看法。怎么样？这样讲，是不是可以通过哲学考验呢？因为
在学长的全文我都还没有看完，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学长刚刚讲到这里，对，就是，我还是还没抓到就是那个重点，是什么这样子。其实所有文哦，我对心理学这三文看完以后，哎，当原先有那个，哎，这当然是莫老师的判教，别子为重啊，或是干嘛，啊，那就陈一川跟陈明道那里有不同的见解。那现在我也不是要来故意这个地方来批陈一川，陈一川不值得我去花这么多的心思去对付他这样子，哎，我也不用对付他要干嘛这样子，我是在讲那个心的力量。嗯，我要表达的是心的力量，不是要去骂谁这样子，就是把陈一川骂的不一文不值这样子，啊，陈明道就很好这样子，陆象山就很好，王阳明就很好，啊，他们就不好这样子，啊，本来他们就不好这样子，本来就不好，就是啊，这个不说不好，也不是我说的，莫老师也说了。啊，那我不是，这是不是一本书看完的？是看完三本书以后，因为莫老师引得很细这样子，哦，就是上次吴老师讲说，你第一次讲说紧而密，哦，第二次是讲深而密，哦，哦，我都接受啊，很好啊，是莫老师讲的啦。你第一次讲说那个莫老师讲说，紧而密，我还问松山，他说紧是哪个紧，然后后来你说，我才去查一下，应该是谨慎的谨啊，不是紧张的紧啊，后面是深一样啊，紧而密，啊，第二次讲是深而密，第二次深而密，第二次讲是深而密，林安武全部第一次也是100分。第二次我说，第二次说哦，第二次也是100分这样子，那这两个我都记住啊。你说紧，我也接受啊，谨慎，我的谨。没有，我的说法是，牟中山是深而密，深是生日。我知道，很深的，第二次讲的。深而密，密就是严密。我知道。哎，这是蜜蜂的那个蜜嘛，啊，是不是？蜜不是蜜蜂的蜜啊，就是下面一个山那个蜜啊。对啊，就是山那个蜜啊。对啊，对啊。蜜就是严密啊。对啊，对啊，对啊，那我接受啊。对啊。然后第一次你说这谨慎的谨啊，那我问说，周三跟我讲说谨慎的谨。没有，我没有提这个，我没有提这个是。有录影带啊，有录影带，有录影啊。有录影下来，你逃不掉。你说那个紧，我没有说啊。有啦。没有啊，我是说深而密。第二次这样讲的啦，那我不跟你辩啦，没什么好辩的，就是深而密，就深而密啦，这样子。对啊，对啊。但没问题啦，这样子。嗯。那这不这不，那我等说我。那紧而密的紧是哪个紧？谨慎的谨，应该。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啊，那就算过了，那第一个就不算了好了，那第一个。我当时是说那个深是有深度，有高度这个意思啊。好了，那没关系，那第一个就不算了，好了，算第二个了，深而密，这没有错了吧？哈，那我根据这个，这三本书，这个很仔细。虽然以前对莫老师虽然读很多了，但以前都是只要是读康德的书嘛，这样子。嗯。啊，那现在等说，因为这个机会，我就好好读。嗯。把这个心理性理好好读这样子。嗯。啊，那莫老师，引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那个什么象山跟那个朱熹啊的话啊，就像你刚才讲深而密这样子，哦。写了好多好多这样子，那我不能照抄啊，我照抄干嘛？照抄你看老看毛老师的书就好了，抄我看我干嘛这样子？所以我就把里头的比较精要的东西抓出来讲，啊，抓出来讨论这样子，来写进去这样子，然后加上我的，我这个
小角色的一点点看法，这样子，是这个意思而已。我也不敢去说，陈一川根本是胡说。其实按照毛老师讲，那陈一川也是可以算胡说八道啊，这样子。那，陈明道讲的才是对的，这样子。这不是我的话，是。对啊。他是把这个朱熹跟那个一川放在一起，就是用那个别子为宗来讲他们的那条那个那种路那种那种路数啊，别子为宗，就是他不是正宗，不是孔孟的正宗，是别是别子。其实这个意思很清楚。我知道，其实这一篇最主要是讲陈一川跟陈明道的问题。我下一篇写的是朱熹的问题，那不一样。所以他而且陈一川是朱熹的老师。他现在等于说是陈一川在铺路，他在做一个铺路工作这样子。那。我对这就是你第二段所讲的一川是为朱子铺路，是吧？对，那是后面的，那是后面的下面。这个话也不是我的话，这个话是应该是以摩老师的话，摩老师的话来作为我的标题这样子。嗯。这不不是我在讲的，不是周伯义讲的，是摩老师讲的。所以他你前面有讲一二三四，然后你看你马上到第九，就是说他一二三四九九就到批评很多了，这样子讲很多了，然后我到这一段这样子，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再讲下去，可以吗？好，这是第二，就是第三段的第二，第二节这样子，第九段，第二节，它是宜川是为朱子铺路，新生，新生道也是，有是心，师有行以生，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随解什么解脱吧，不能无事以生，但这个是怎么算华解吧？华解以灭天耳，死则不知爱物，而自以忍安之以自以好杀，岂心人心人理心哉？这也是摩老师引的哈，按，然后前面有点点点点哈，叫按，或者姓氏里，你这个按呢、啊？按是牟中山的，牟中山的按。我前面有注明。按语啊。前面我注明，后面我就不注明了。前面有按，就是我里头的按，通通是牟先生的按这样子。或者性是理，爱是情，恻隐之心亦是情，心或恻隐之心，不即是性，不即是理，心以情以气焉，其身是实然的，中性的，如理合道，则在第四页。为生道不如理合道，不必能生道，其自身不必能自洁自己，必为生道。然后又点点点，就是跳过去的，就是不可能前抄啊，此非为之子决定。宜川乃由之子以开，乃由宜川以开之子，向
狮子所以完成者，以走较为顺势之一贯也，这样子。好，接下来是我的话。牟先生指出的案语颇为宽容，恻隐之心是情，不是理，是气，当然中性。河道即生道，没有自我决定权。依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是当下的自我命令，不是合宜生道方能行动。牟先生说，宜川是为狮子铺路。好，这就这样。我们先看那个第九，你说心生道也，有事色心，是有事行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是觉作不能无事以生。但从这作者之以灭天理，喜则不知爱物，隔而自欲人，安之以至于好杀，此人心理，此人理心哉？你这段文字啊，就是第九点。这个文字啊，那下面是你是牟中山的暗语啊，对，然后第九这一段文字啊，怎么来？就是也是从心生道也下来，整一段呢、啊，这楷体字都是引文，楷体字全部是引文，不是我的文章，不是我写的。那引文那个依据在哪里？这下面有啊，第四。第三页的下面呢，第四。第四是这个，第九是在。是第九啊。第九是在第。是宜川是为诸子铺路。这是在第四页、那个第九那个，应该算五吧，五是在也在心理腺体里头的第二册的337页第338页这样子。就是那个心系明体，那个是我写的啊，楷体那个是我引摩，不包括暗语啊，都是我引摩先生的书的东西这样子，不是我的暗语，不是我写的，反正那个系明体的都是我写的。我是问这个第九点、就是心生道也，
有事心，思有事行以生，恻忍之心，人之生道也。这个下面、啊、这个第，这是第九点这个引文啊。嗯。是谁写的？哦，这边是魔老师写的，他在同一页。嗯。这个、不是魔老师，是陈。陈一川。哦，就是他这个是在同一个书，在同一页、就是魔老师引陈一川的话。嗯、对。啊对那这一段可以在那个《城市遗书》找到。哦。你说哪一段？老师刚刚讲的那一段。对。第九段是。就是陈一川讲的。啊。这是陈一川。嗯。一川讲的。然后这案的部分是牟先生讲的。嗯。可是牟老师也有引那个陈一川。他的书很多都是这样子啊。哦。他的书很多都是这样，只是我们引他的，就是像。这段如果引的话，我们就稍微注释一下，就是这段可能是出自哪里这样。但我也有注明啊，我注明就是在牟先生的书的第几页，是在第二页的第四页的下面嘛。第四页的下面，但有些事是可以不用再写的，什么郑重书记出版那个应该要拿掉这样子。就书名写出来就可以了。你那个引文哈、啊，第九段的引文，它那个就是三。就是最后一句不是起，你是起人理心哉，对不对？嗯。再往前走，死则不知爱物，对不对？而自以忍，不然安之，以自以好杀。嗯。哦，又好像不同版本哦，这版本好像跟你不大一样。没有，我的问题是。这个第九点呢、啊？这点这九啊？嗯，哦，这个那个数字的九。第九啊，就这个。哎、嗯。是一川是为诸子铺路啊。第九。哎、嗯。就是第一段呢、啊。第九，这个引文啊，是谁的引？是谁的引文？是谁讲的？是魔老师引陈一川的话，不是魔老师的话。没有，你在下面那个案才是魔老师的话。现在我等于说我引书的，通通用楷体这样子。但是我。那第九点啊。这个案，这个牟中山的案语是魔老师上面啊，这个第九点、啊、下面的。那这一段呢、啊，到底是怎么来的？也是牟先生那边的书来的。点点点点，就是说前面有一堆讲一大堆的，那我认为不是重点，然后就引我要点的人。你们就点点点，然后就跳过去这样子，因为我不能照抄啊，把那些人抄下来这样子，抄下来是要干嘛这样子？要讲我要讲的部分这样子。你要讲的部分，基本你要讲的基本是，跟这个关是向那个读者说，不是。向那个学者说，这个读者是一堆人，学者是另外一堆人。那你这样讲下去，有一个基本的那个假定，
基本的那个假设，就是这些文字是写给读者，写给读者看的，不是写给学者看。学者他们是有那个专业的，所以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忽略，啊，不交代它的来源，因为你是假设的，学者他们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他们应该可以了解你所讲的这些内容。我说就是你这个报告不是写给学者看的，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因为他们的水平比较低，所以很多地方你都要注明这个引文是从哪里来的。吴老师，我解释一下可以吗？我认为我不是写给读者看的，因为芸芸众生随芸芸什么上天自在，回回道庙是人，回回寺庙是人，没有人理你这些东西啊。我是写给懂得陈一川的，懂得陈明道的人看的，不是写。那如果他已经懂得陈明道，陈一川他们所讲的，那你就不用写了，他们已经懂了。他已经懂了，那对啊，那你就不用写了。那可是你讲的是写给读者看，那个看的对象不一样。但是说，我如果说写给好吧，就是说，那我也是，写介绍给读者看呐、啊，可以吗？我两个都不好，我也是要给，学者看，也是要给一般的芸芸众生看。不是，不一样啊。学者，他的那个知识比较广，他的程度比较高，所以在很多方面你都不是，你都可以，可以不把那个出处啊说出来，因为学者他们对你所讲的，他们已经有某一个程度的了解，即便不是完全了解，也是在某一个程度上，他们是有了解。所以你如果是写给学者看，这很多地方你可以，就是不交代那个出处在哪里。可是如果你写给读者看啊，那你很多方面你都要照顾一下呢，到底你提出的那些讲法是谁提出来的，这点读者是不知道的，因为他们不是学者。但是我这一段话里头没有讲的那么艰深，那么不是艰深啊，就是没有讲的那个，不管是读者也没说看不出来，说写给读者看或是写给学者看啊，因为我认为也是。哎呀，我们这个课程啊，我们做这些对话，基本上不是写给学者看的，而是写给读者看的。像我以前开过那个佛教的根本问题这本书啊，这就是我们在课堂上
上课的一些记录啊，嗯，这些记录啊，你把这个记录把它写下来，拿去出版，嗯，那你把这个书拿去出版，那个书是不是专门写给学者，不是。是写给读者看，所以就是你在很多方面都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交代，因为那些交代啊，对学者来讲他们可能不需要，可是对那个读者来讲这就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出版的那本书《佛教的根本问题》，这在很多方面都有交代了，就是谁讲的，这种观点是谁讲的，所以写的比较浅白，不是很深入。但是我这一段应该也算浅白吧？嗯，这段的话应该也是很浅白的话。你说哪一段？就刚刚的第四页的上面那个我的案语，我的话了。你说第四页？第四页上面呢，就是引文完莫老师讲的话，莫老师讲的话当然人家看不懂啊，人家看不懂啊。那我就我的话应该是人家看得懂吧？对，这里这段话是说那个牟宗三的这段暗语啊，嗯，是比较宽容，嗯，所以我没有讲的很，也没有在说卖弄学问啊，或者讲没有啊，我不需要卖弄啊，然后是。我没有要卖弄，真的是没有卖弄。我不是说你卖弄，而且后面那段话，就是、你所讲的那些东西，嗯，你要把它交代出来，嗯，这些东西是从什么文献里面找到，你就根据那个文献就把它引出来。我有啊，都有啊，我有引啊，引我是从哪边出来的，啊，然后写上我的话这样子，我没有说我这个文章是，我自己天上掉下来的这样子，前面那段话是毛老师写的，啊，后面是我写的，我都没有乱写啊。我们就拿这个第四页啊，嗯，第四页，这是第二段，嗯，第一段是牟宗三的暗语啊，嗯嗯，第二段是你的讲法，嗯，你是说牟先生起初的那个暗语，意思为宽容，恻忍之心。是情，不是理，是气，实然中性，何道即生道，没有自我决定权。一孟子，恻忍之心，人皆有之。恻忍之心是当下自我命令。不是合于生道方面能，不适合于生道，方能
能动。吴中山说：“一传是为诸子暗语。”为诸子暗语。这一段是你写的。哎，对啊。那我想，如果是你写的，如果是写给那个一般读者来看的，嗯，那你这样讲就很深了、啊。很深哦。是不是很深呢、啊？就是里面、嗯。我认为这是普通考试哎。你说，这个恻隐之心是情，不是理，是气，实然中性。这些话语，如果你是写给学者看，我觉得是这是可以的。嗯。可是。你这些报告、啊、这些对话的传史、啊嗯、是写给读者看的、啊嗯、读者看起来就是说恻隐之心是情不是理是气实然中性，这里有几个概念是情理气实然中性，这些概念那这些概念呢、啊？如果你是说给就是，要写给那个读者来看呢、啊？嗯。他们大概是大部分的读者都看不懂，看不明白。真的吗？是不是啊？你说是情是理是气是实然中性，然后再下来就是合道即生道。这几句话一般读者会看不懂了，看不懂、嗯、看不懂学者是看得懂，如果我算是学者，是那我是可以看得懂，对啊，但是我可是一般那些读者他不知道啊，什么事情什么是理、嗯、什么是气、嗯、什么是中性，什么是合道即生道、啊、这个合道即生道、嗯、你这样讲我也不能了解了、嗯、这个合道即生道这一句、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明翠你说一下你所了解他讲的那个合道即生道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嗯，我其实我也讲不出来，我看你也讲不出来。学长，其实学长的这一段呢、啊，大部分都是根据某先生的暗语写出来的嘛，是不是？有些也根据我的体会。对啊，体会就是你这里写“恻隐之心是情，不是理，是气，实然中性”。合道即生道，没有自我决定权，其实都是根据牟中山的暗语写出来的。可是牟中山的书啊，很多都是文言文的。嗯。那文言文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去说明解释的话，那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可以看不懂，很清楚的去理解它的内涵，这样子。嗯。对啊，像。学长刚刚写的这个部分呢、啊，恻隐之心是情不是理，是气实然中性，合道即生道，没有自我决定权。那其实它都是从牟中山的暗语出来的。我看牟中山的暗语就是像那个第三页的最后一句，嗯，最后一句，或者就是。牟中山的暗语，后者性是理，爱是情，恻隐之心，亦是情心或恻隐之心，不其是性，不其是理，心与情以气言，其自身是实然的中性的。其实学长刚刚写的那个这一段其实也是从这里出的，只是因为牟中山。他就是
如理合道，则为生道；不如理合道，不必能为生道。这是某中山的暗语嘛？那其实，学长的这一话应该是从某中山的暗语出的吧？可是其实，因为某中山先生他很多也都是文言文的，他讲可能就是像老师说的，很多学者专家他看可能听得懂，可是一般读者的话，像我们看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要去查或者去就是从多个角度或者去找一些书籍来做我们就是那个理解的根据，所以只是这如果只是简单的说一两句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没办法很清楚的理解他的意思这样子。嗯，这我知道。你可以也可以说，好像我这些话，好像是我的话，也好像不是我的话，就是说是某些是、啊。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啊。不是搞不清楚，是我。你这个在这个第四页第二段、嗯。第二段。我是等于说。是情理气，实然，这个台道。升到这些概念呢、啊，都是形而上学或者是伦理学的概念。嗯。一般读者不会懂，这你如果不再加以解析的话，他们是不能看懂的。嗯。因为他们是一般读者。嗯。可是你这里面提出的很多很多概念呢、啊，嗯，都是形而上学。或者是伦理学的那个概念，一般读者不看不懂的啦。嗯。所以你谈到这些问题这些概念，你如果考虑到那是写给读者看，嗯，那你就应该写得明明白白，对于每一个概念。都有一个交代，这意义上的一个交代。嗯。哪一些是属于伦理学的？哪一些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因为你这个这里面很多的很重要的概念啊，气啊，理啊，然后就是这个情啊，然后又是实然啊，又是这。对吧？就是合道即生道啊，这些名相、这些概念啊，一般读者是不知道的，搞不清楚它是什么意思。嗯。那学者，他们应该知道了。哦，没关系，我。然后你的讲法，你这里面的这个种种的讲法。你是好像有这么一种看法，就是这些讲法是给那个学者看，嗯，所以你就觉得他们应该知道，嗯，所以你就没有做详细的交代，是。可是，哎呀，我们这些。课程啊，这个对话传习啊，是让读者看的，我知道，不是让那个学者看。我知道，所以要录影啊，我录影转播啊。那等一下，那请博伟大哥，你可以简单讲一下合道。对啊。合道，简单讲合道和生道有什么差别？合道、生道，我也看不懂啊。什么叫合道啊？什么叫生道？啊、那么你的理解是怎样？那是你的字眼还是牟中山的字眼？牟中山的字眼，其实应该是我从牟中山里头。对啊，那、你直接引用下，就像我们读。不是把牟中山里头的比较重要的话，我变成我的话，不是完全抄牟老师的话。但是你那合道生道两个这四个字很没有解释，就像引用原文引用英文一样，英文单字只要英文单字抓下来，但英文单字还是英文单字 啊，你没有解释出来。那没关系，那我回去再用功啊，就把它更
更通俗化一点。对啊，啊可以吧？那大哥，你现在可以解释一下吗？河道和河道及僧道啊，你可以解释一下吗？其实没有，不是我解释的哈。因为这个话哈，因为摩先生的，他有来龙去脉。是啊，啊，你只有你的理解啊。不是何一道方能少，就何就是不是何那个朱，陈宜川的道，对，就是方能行动这样子。就说何一道是什么？不就何一陈宜川的那个道啊，陈宜川的那个道是不能生道啊这样子。这个意思，你一般读者怎么能看得懂啊？没关系的，我知道吴老师，我知道了。我自己也不懂啊。不会啊，你吴老师你很懂、啊。会啊，我你很懂、啊。我也算是一个学者。是啊。可是看到你这一句啊，我真的不知道那意思是怎么样。好了。宋山，你看怎么样？好了，我什么是河道即僧道？中山，是啊，我刚才就请博威大哥解释一下是河道。但是我刚刚有解释了、啊。河一道，那个道是道是 是那个陈宜川的道啊。你的解释我们都不了解了。嗯。就是河道即僧道，这句话。不光是读者看不懂，学者也看不懂，也看不懂，我就看不懂。啊，这个生呢？生是什么？生是产生是动力吧，这样子。生是产生的生还是？产生的生啊，动力啊，就产生动力啊。产生道理，道是天道还是陈宜川陈宜川的道？陈宜川的道不是天道啊。对啊，这意思，他你这个道是谁的道？你刚才不是何以道是一般的那个象山。陈宜川啊，象山像明道的明道，这个是讲陈明道，就陈明道的道啊。对啊，就讲陈明道的道嘛。嗯。跟你这样没提出啊，没有说这是陈明道啊讲的。没好了，没啊、我回去再努力用功看看好了。你上次写那个四段之经，被吴老师改了七八次，那个我都。还没有成这样子，就是我们这样看的话，就是你是把摩老师的话，你把它又把它引摘下来，就变摘下来的时候，你没有再变成你的话，没错。但是摩老师的原来的名相，你还是没有解释啊。啊，对啊，你应该交代啊。对，就是、你是引摩老师名相直接引用下来，但是你的话，你是把它套在你的组合里面。但是那个关键字会不让人不清楚。就是说我看过摩老师的一大堆的文字以后，然后我把它写出来，用一个比较，我自认为比较通俗的话。是。这不通俗，这完全不通俗。你这个合理及道理之生道啊，那我也看不懂啊。合理及生道这样子。就是。对啊。我等于说我还是在那这个两个道啊，是不是都同一个道的意思，还是有不同的意思？你前面道跟后面道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一样。我在我对你讲很好啊，就是这样讲出来、啊。好像我在写天书一样，不是啊？就是你，我现在问你，前面的道、河道跟僧道、啊、两个道里面一样的道，你都没有交代啊？那就讲出来是不一样的道、啊，是前面道是什么，后面道是什么？一般读者怎么会看得懂啊？是。大学者都说没有看懂了，那我就回去改了。我回去改。哎、这是事后的事情啊。嗯。我说你事前啊，现在你是应该有这么一种意味了、啊，就是说你这些文字都是写给读者看的。我其实原先也是这个意思，不是写给学者看。我原先也是这个用意啊，对。但是你吴老师，你这样讲，我改没问题，我努力回去再用功，因为我这个搞不好这篇写了快一个月啊，这篇呢、啊，嗯，写快一个月，虽然是有空就写，有空就写，虽然我还要打官司这样子，但我还有空就写，有空就写这样子，我还是很用功，你。因为你说要我写，我们都知道啊。嗯。你是很用功。嗯。可你要了解，我们这些报告啊，这些逐字稿啊，
不是写给学者看的。好，没问题。是读者，是写给读者看的。好了，没问题，我回去慢慢琢磨，好不好？就今天刚刚讲前面两段，嗯，已经被大家批的体无完肤了啊、哦。也不也没有，我们也不是没有根据啊。好，有根，当然有根据啊，但是体无完肤啊。那我就努力回去。再一一再把它补充说明、嗯，可以吧？后面搞不好也都是类似这样子啊。对啊。对后面的，对，可能我的暗语、我的批评话，可能都是都是引用某老师的名相下来的、啊。对，就是看某老师的话，一段话看完以后，我理解，因为某老师写了三大册啊，然后你把它浓缩起来，你不要画了。然后浓缩成我的话这样子。对，但是你的话里面的名相还是某老师的名相啊。也差不多吧，也是差不多，反正就是说我尽量，但是我不可能比某老师高明啊。对对、啊。我是小萝卜头啊，对啊，所以我等，但是说我现在写文章，我还是要好好写这样子啊，那写大家看得懂这样子。对啊，这样就对了。就是这样子啊，某老师，别人某老师说我这什么狗屁不通的，不是说狗屁不通。我说你根本不懂字的直接，你是算老几这样子，啊，没有老师没有讲这句话了哦。但我就说，哎，老师，我错了，哎，我回去努力改进这样子，对啊。对啊。就是像吴老师你今天讲的，也是，我说我承认了。你写那个，写了我改了七八次那个。嗯那种文字啊、嗯，也是写给读者看的。哦、我是所以你要，就是写到比较有特别的意义，或者是有特别难懂的这个观念啊、观点啊，你都要再进一步把它写，把它交代清楚。我因为这个是写给。读者看的，我都有啊。你说什么十字打开啊？那个我也说明了，那个我都说明了。哎、啊，你不是今天要给我？等一下给我，你有改了拿过来吗？最近老师生病了、啊，生病了，对，牙齿牙疼啊。我昨天才去看牙医啊，对啊，做了那个植牙，但是你那个手术啊，我在那个昨天。本来我是约那个六点钟要看医生，嗯、那我四点钟过一点就出来，可是你知道礼拜五下午上班下班的时间很热闹，很多人很难坐坐那个计程车，我很辛苦才找到一个计程车、嗯，然后到了那个我叫他走那个环东线呢、啊，然后走呢再走那个市民大道一直过去、嗯，我在车里面待了两个钟头。啊，花了不是花了。因为记得真是非常，非常严重啊。哦。我花了两，我就坐在车里面就坐了两个钟头。你千万不要礼拜五出。